决定离开我，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注定的，再劫难逃的一场别过。蜡烛渐渐熄灭了，窗外夜色变沉默，孤独在此刻停止了诉说。难过是我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其实我们之间爱的没有错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或许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。听说我你回去了，找你没？我现在没心情聊这个，挂了啊。哎，知道在上海犯事儿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他欠了一屁股债。哦，貌似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真的挂了啊。喂，怎么了？需要你借他钱啊？站住！你们。早饭我准备好了，是你起来做还是我起来做？那是我，哪回不是我呀？昨天还是我做的。哎呀妈，这谁啊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这是啊？妈，快给他扶到楼上去。是不是王杰吗？怎么不去医院啊？没多大点伤，我用医药箱给他处理一下就好。哎，这孩子赶紧上去吧。哎，那个点九三那个抽屉第二层，慢点。还好伤口不深，应该没有什么大事。行了，你早点睡。你过来。我跟你说，不管发生什么状况，明天一定要把他送走。嗯。你早点洗个澡，睡觉吧啊。好。你真的就不能原谅我吗？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喜欢你了，希望以后有我的地方你都不要再出现了好吗？你终于醒了，谢谢你啊，诗楠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替我挨了一砖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小心。
就不问我那些人是谁啊？你想跟我说的话，你自然会说。这事儿其实也不能怪张英雪，我就是太爱她了。从一开始，她有什么我都努力赚钱买给她，包、香水、化妆品，只要她要，只要我有，我都给她。但后来她就开始跟我要车、要房子了，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去给她买啊？我只能去借高利贷。越结越多，就变成这个样了。没想到你还挺痴心的嘛。行了，别多想了，我还是陪你去警察局吧。我觉得这种事儿还是交给警察比较好。不能去警察局，那帮人说了，我要是报警的话，他们绝对不放过张英雪。石楠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报警好吗？哦，好。对，也不能连累你。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替我跟伯父伯母打个招呼。你老家的人不是都搬走了吗？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酒店？是啊，住酒店。那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管了，一会儿还要给小韩过生日呢，振作。不知道小韩会不会喜欢。玩够了吗？给我买那个气球。好，小鬼头。你好，气球多少钱啊？石楠，气球多少钱？5块。好。谢谢。等等，别跳了，天气那么热。瘦了。
当当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所以我买了一堆放在你的房间里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哦，不然下次吧。又下次。我还公司有点事，我去开个会。方佐，为什么你还在想着他？你这样对我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柳皮，快放！哎，好歹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嘛，怎么着闺女局都不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我的孩子，咱们两个只是交易。你要再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不会放你。都快要结婚那了，生他妈气干嘛？容易长皱纹。最近就是小姨我呢，手头有点紧，想跟姐弄点钱花花。好，要钱是吧？要多少？100万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最后的100万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施舍，懂吗？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喜欢你了，希望以后有我的地方你都不要再出现了，好吗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我不喜欢的人老是缠着我。楠楠，楠楠怎么了？爸，做噩梦了吧？哎呀，没事儿啊，爸爸在呢啊。爸，我梦见我在骑车，然后有一辆车为了避开我，就撞上了一辆大卡车。爸，我好害怕。爸，楠楠，啊，楠楠不怕。爸，都是假的啊，你做梦呢，别胡思乱想了。叔叔真可怜，就睡在公园里，好像还受伤了。糟了，同学，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啊？头上裹着纱布。好，谢谢啊，快回家吧。这样真的好吗？你说你又没地方去，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，那就暂时待在这儿吧。那伯父伯母，我会跟他们解释清楚的。你先待着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
爸妈，不就多付碗筷吗？啊，等他伤好了再让他走就是了。你呀、啊，暂时先住我们屋啊。嗯，谢谢妈。那不是一副碗筷的事儿，那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一个大男人就随随便便住到我们家里来了，我们家还有一黄花闺女呢。你不是随随便便住进来的，人家受伤了，对不对？你没听人姑娘讲吗？啊，你能见死不救啊？不行，我还是不同意。这家谁做主？你做主，但是就这么定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你就放心在这儿住着。谢谢你啊，石楠。我帮你把药换了吧。我当初选择的人要是你该有多好啊。啊，你看我说些什么呢？对不起啊，你别误会。你先歇会儿，我再去拿点东西。你真的想好要和金淑英结婚吗？确定了？你知道，从小我就特别羡慕你。李方佐从小比我长得帅，比我懂事儿，比我聪明，也比我能干。总之，你什么都比我好，我就像活在你的阴影里面一样。只要我一犯错，全世界都是你的名字。方佐，方佐，方佐，方佐。所以，我的童年阴影应该不比你什么。但是我现在一点也不羡慕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秦飞有朋友，你没有；我秦飞有亲人，你也没有；我秦飞感觉爱的女人，但你却爱着她，却要跟别的女人结婚。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我到底是跟你抢呢，还是不抢？到底是去爱？还是不爱，我甚至觉得你现在特别的可怜，我特别的心疼你。祝你们幸福，方佐。你脑子有病吧？对呀、啊，吐痰跟你有关系吗？
当初选择的人要是你该有多好啊。想跟姐弄点钱花花。这是最后的100万，你给我记住了。宋老师，你别跳了。你说了，你真的想好要和金淑英结婚吗？我到底是跟你抢呢还是不抢？到底是去爱还是不爱？我让你把坛子擦了。到了，这要让他知道了，还不得内疚一辈子呀？我想出去走一走。外边风这么大，我陪你去吧。我想跟你谈谈。不想跟你谈。你跟方佐两个人加起来一加一就是两只缩头乌龟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见一面，这是一个了断。原来剧本有要求，故事到最后不会有事。完美才会有泪流，是你真的。我们的宝宝不会有事吧？你找谁啊？现在给人当小三了是吗？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他拼命！我想尿尿。哎，我是他爸爸，快看！这有什么用啊？像这种老师就该主动辞职。同学们再见。你知道吗？我又闯祸了。你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？你放心，肯定能找着。如果你能出现的话，我就赖上你一辈子。原来爱情的背后总会有缺憾。